好酒，好酒，再来一坛。那醉鬼倒了。兄弟，咱们上。这小子又是谁？喂，你小子什么人？认识这个醉鬼？不管认不认识，劝你快快滚开，少管闲事。这混账赌钱使诈，今日咱们兄弟就取他一只手，让他受点教训。哎，别走啊，好不容易来了怎么又要走啊？啊，这小子果然和醉鬼是一伙的。一伙的也不怕，就凭他那模样，娘们唧唧的，哪挡得了咱们兄弟？没错，还带了只这么胖的鸟，我看像一只肥鸡，笑死人了。干嘛想找打？妈妈呀，滚。会持剑了不起啊，给我挡着。有本事别走，咱们马上去招呼百八兄弟过来。恩公，好身手，多谢相救。不但身手好，养的鸟也特威风，不错，不错。在下尹千商，大恩大德，有缘再报。吾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分祖与书狂，曾披给予之风劝，北上流云借乐章。十万卷九千觞，几曾着眼看侯王。
火神祝融，水神共工，仙人太子长琴于不周山行止无端，招致弥天大祸，天柱崩塌，生灵涂炭，三界旷日奔走，终平劫难。然溯源穷流，今天降责罚，即日起祝融共工往渤海之东无底归墟思过千年，太子长琴贬为凡人，永世不得为奸，轮回之中寡亲缘情缘，命主孤杀。你天资极高，远胜天雍城同辈弟子，奈何身中煞气不灭，终是凶险之相。便是担心有朝一日飞来横祸，方不许你与他人一同练剑，谁料仍然避之不及。孽障，赵林之死你必定脱不了干系，还不俯首认罪？执剑长老一早便该将你这孽障逐出门墙，重伤林月在先，杀害赵林在后，分明是个满心恶念的煞星，怎配做我天雍弟子？这位公子命里乃是死局逢生之相，空亡而返，天虚入命，六亲缘薄，可谓凶煞非常。可知天时循环，万物荣枯有序，顺者昌，逆者亡，事有反常，必为妖孽。此等逆天命数，又有几人承受得起？命运不同，运可扭转，命却天定，改命一说岂是凡人之力所及？永生永世孤独该是如何绝望，如坠深渊，求助无期，不如以焚寂之火毁掉所有一切，把世界化为灰烬焦土。什么人？对不住了，苏苏，我看屋里有亮光，以为你还没睡呢。若有事情，明日再说。吵醒你，你生气了？男女有别，夜深共处一室，终是不妥。有别？都是人，哪里不一样？婆婆告诉我，进别人房间要敲门，可是我刚才敲了好几下，你都没动静，我才自己进来了。咦，大鸟呢？不和你睡一块吗？阿翔自会连喜欢的地方休息。深夜来访，到底何事？反正你也醒了，不如去看星星吧。
在下并无此等闲情。就是这样才更应该去啊，大哥说过，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看星星，烦恼就全都丢开了。我还想起一个故事要和苏苏说呢，是有关七把古剑的，说不定你带着的就是其中之一。不是让你勿要再管此事，只是说个故事也不行吗？这就是答应了。苏苏真好。去何处？是个好地方，出了城就知道了。